或许这就是新疆人的浪漫吧。尼格买提每次邀请热巴上台领奖的时候，都会念他的全名。欢迎迪丽热巴，迪丽穆拉提。就算别的主持人遗漏，他也会立刻补上。有请迪丽热巴，迪丽穆拉提，迪丽热巴，迪丽穆拉提。而且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是心爱的美人的意思，好浪漫的名字，好细心的尼格买提热和曼老师。